韩籍啦啦队女神朴敏树、Mingo， 还有南敏珍以及台湾的慈妹，三人同台替马拉松活动站台。小熊熊，来，我们慢慢的走吧。最近很夯的阿帕斯舞蹈也能即兴演出，啦啦队女神不止宣传，这回也将化身为跑者，一起参与3公里的路跑，已经提前展开准备。平常很喜欢打羽球，然后也很喜欢去户外潜水、爬山。如果我这次完赛就是可以很轻松的话，我还会想要再挑战更高的，就例如半马等等。准备好？일단필라테스를처음으로시작했고그리고마라톤은처음이라서체력을기르기위해서최근에런닝을또시작했어요。特别秀中文说自己准备好了，同样是韩籍啦啦队的南敏珍则是特别来力挺朋友。당연히있고요그리고저는어쨌든이마라톤의컨셉자체가이제코스프레이기때문에저는마라톤은솔직히제가완벽히뛸거라는보장을못하고예쁘게코스프레를 해가지고와서컨셉에좀충실하도록하겠습니다至于南敏珍所属的球团啦啦队，这个月则是调整阵容。韩籍三本柱中的李浩珍、李雅英都已经先离队，只剩下南敏珍继续活动。而这场马拉松除了有人气女神陪跑，还有恐龙参战。真的吓到！三只恐龙和高雄熊直接在舞台上尬起舞来。即将在明年1月举办的马拉松，上一届超吸睛的恐龙竞速争霸战再度登场，届时也将会再度重现大批跑者身穿恐龙装在跑道上竞速。镜新闻综合报道。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